什么声音？ 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 且出门一探。 此处从路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 你们受何人指使？擅闯侠客岛！不许废话，直接干他！岛上来了外人，需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 格杀勿论，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休想！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 什么人？取你性命的人。<笑>你要死了，真可惜。住手！师兄。
你醒了。师兄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有人要杀我。只是梦而已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感觉一切都好，但我只记得随你一起离开门派，之后发生了何事，竟是全不记得了。这是哪儿？此处是侠客岛，我带你来拜访前辈，途中船遇风浪，你磕到了脑袋，所以有些事记不清了。磕到了脑袋？可我怎么觉得是胸口隐约作痛？嗨，你自小容易忘事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两位前辈去。也对，我从小爱忘事，只有师兄从不骗我。我们要去见的是哪两位前辈啊？你从小到大最崇拜的那两位，跟我来吧。哥，你们可打过瘾了？哟，你总算舍得将你的小师妹带来了。叶大哥又说笑了，来，见过两位大侠。晚辈拜见两位大侠。嗯，不错。你要不要也来与傅红雪切磋试试？我？不是每个人都能与黑刀傅红雪交手，错过今日你可没机会了。来吧。来吧。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。傅大侠是在夸我？你年纪轻轻就得到了黑刀傅红雪的指点，还有不错二字评价，看来前途不可限量啊。我这儿有本心法，名叫万流归宗赠你，以你的资质，若是勤加修习，说不定下一个江湖十年就是你的传说了。
晚辈定会勤加练习，多谢两位前辈指点。叶大哥就别调侃他了，看样子你们还没打过瘾，我们不继续叨扰了。行，你们随意，不招呼了。走吧，此处风景甚美，我带你走走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？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。嗯，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燕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天涯有蔷薇，这是？这是昔日江湖名宿蔷薇剑燕南飞的衣冠冢。蔷薇剑燕南飞，和黑刀傅红雪、小李传人叶开一样，都是江湖中万人传颂的名字，真是令人心生向往啊。我知道你一直向往江湖，和你功力相仿的同门多已下山行走，只有你被留在师门。你多次恳求师尊，还计划过要找个机会偷跑下山。师兄，你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们不让你入江湖，是因为这条路或许比你想象的要更加凶险。我不怕凶险，我想像你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我知道今日与傅大哥一战你表现得很好，也该试试江南。你去到江南，替我将两封信件交给天风盟与青龙会之主，之后的事你遵从本心随机应变即可。好，我懂了，我一定会行侠义，不负我师门威名。嗯，来，陪我一起给燕大哥敬一杯酒。师兄，燕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，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入江湖生死为僵的人。少侠请来殿前一叙。在他离去后，我又遇到过许多人，历经了许多爱和恨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唯有以剑破之。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多情山色，有情江水，笑我归无处。我会用八个傀儡保护你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认得我吗？不是你师兄的朋友。
见过苏师兄，我有一封信件要转交天风盟主。不急，今夜乃是天下第一红绫书音开琴献艺的日子，趁琴会之盛，青龙会与天风盟之主会在灵音楼内雅室相见，共商孔雀翎之事。届时你可前往将信件送与他二人。孔雀翎之事，此处人多耳杂，不便详谈，稍后有人自会向你解释。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位是青龙会护法五毒弟子蓝征。原来是蓝师兄，苏师兄告诉我今夜要去灵音楼讨论什么孔雀翎之事。会有人告诉你孔雀翎是什么？只可惜那个人不是我。还请师兄明示。你师兄拜托叶开在江南为你准备了一个向导，名叫赵婉儿，他在镇上最大的酒楼正骨楼等你。最大的酒楼在哪儿？不急，这钱塘镇的湖光山色俱佳，少侠不妨先细细领略一番。你看，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细流涌动。奇怪，蓝师兄呢？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，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，请问你镇子上最大的酒楼在哪儿？我当然知道，正骨楼的鲈鱼做得可好吃了。从这里出去往那里走，再往那里拐。我好像说不清楚啊。这……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就好了。向前一直走？嗯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啊，好吧，那就谢谢师妹了。这里竟然有只小猫，真可爱。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，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。鼓楼果然在这儿，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哎，前面怎么乱哄哄的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都起来，都起来！今天这里被我们包了，都给我滚蛋！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？简直不讲道理！要么自己走出去，要么被我们扔出去，自己选吧。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欺负我大宋的百姓？我们辽国人在你们大宋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小姑娘，你这身子骨经不起我们的拳脚，还是快走吧。那我今日便领教一下各位的拳脚。姑娘小心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嘿，哎呀，你们还敢还手？到我大辽邦的师妹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我姓赵，行二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，要找麻烦就来找我，滚。哎呦，咱们做的都是小本买卖。无妨，此地破损的桌椅我来赔付。少侠，请随我来这边一叙。